好，欢迎嚟到今个星期第二集嘅《香港人家书》吓，大家好吓，咁啊，继续有广传媒嘅何伦茂老总同 MHKTV 嘅老王咧，同大家一齐咧就做节目嘅。老总，系啊，香港里边啊，近排香港大学揾咗件近嘢去做教授啊，笋嘢嚟噶喎，笋嘢喎，系啊，马云咧，人嚟做教授啊，揾马云嚟做荣誉教授吓。是啊，這個教授是真的會教書的，會教書的，會教書的、哦啊啊、但是他好像說不會有公開的演講，是但是就會在課室講書，即是說要香港大學讀書的同學才可以聽到的。那、啊、這個大學找 這件即是這樣的，即是來自大陸，又是馬雲，又是阿里巴巴，也是國際知名的人士，有啲乜嘢嘅係咪一個 gimmick 嚟嘅咧？我成日都覺得大學揾呢啲人又唔係學術上特別標青，只不過係即係有啲知名度啦。如果大家唔忘記咧，阿馬雲咧，馬雲咧，佢以前喺呢一個嘅深圳嗰度咧係教英文嘅，佢係杭州師範教過書嘅學院。英文英語教育的畢業的，是啊，我還很記得我認識有些朋友告訴我、嗯、曾經何時呢他們就燒過野添嘅，喝過啤酒嘅喺街邊，喺深圳、啊、深圳嗰陣時嘅。哦，咁啊英雄莫問出處，咁啊即係唔係好緊要，即、就、係、是、你或者你丐幫出身啦，屋企裏邊有金鎖匙、銀匙羹咩都好啦。咁但係個關鍵係咧，你講得好啱，你要有一個人。我哋通常都會俾一個嘅博士嘅鹹頭佢啊，或者啲學術上學術上面嘅嘢佢啊，或者係俾一啲嘅award佢。但係實情你嗰啲都係錦上添花，或者粗微上面嘅嘢嚟啦。係啊係啊。但係要到佢真係去教書，咁你真係有一啲嘅quality， 又或者一啲嘅質地，係值得去同啲學生去灌入佢哋嘅下一代，同埋一啲所謂學説啊、理論啊，或者係思想體系乜都好啦。嚇，又或者我當日有啲某啲嘅 special occasion， 咁啊揾佢嚟咧，就係俾一個嘅 speech， 咁啊 one time off 嘅，咁、我都覺得無可厚非嘅。咁你譬如你哦，原來你喺依一個電影行業裏邊，你好叻嘅，攞過好多 academy 嘅，咁啊講你對電影啊、創作啊一啲嘅睇法啦，係嘛？咁你馬雲教書。佢英文係啲英文又唔見得特別好，誒都唔差喎、啊。你如果講 conversation 嚟講，咁 conversation 你都唔差噶，咁係咪我好差？我好差，差過馬雲啊！如果講 conversation 咧，你見到佢喺美國咧講嗰時嚟用嗰種腔調啊，冇七八成都過咗六成嘅，我覺得。咁但係你話係咪值得可以領嚟教書咧？普通都高嘅，咁你有對比有傷害啫。咁教書又另一件事，又另一件事啦嘛。教書就唔係話英語零光就得，而係話你俾啲咩俾學生。如果聽大學嘅文稿即係新聞稿咧，就話佢嗰種創業啊，佢嘅經歷啊，同埋佢嘅人生咧，係對學生可能有好多 inspiration 啊。聽講哇，好嘢！如果咁樣講咧，即係正宗富人富道啦。第一樣嘢就係、是、阿里巴巴，大家都知道喺上面買嘢好多假貨。即係賣老番嘢，賣假貨，假貨都係商品嚟喎。哦，咁你就點你廟街啊，波蘭唔係波蘭街，廟街啊，鴨寮街都好多嗰啲貨咧係翻老番嘅。咁你咁但係香港嘅海關咪做嘢咯，要係嘛？咁你海關唔係就咁你侵犯人哋版權，你賣人哋嗰啲嘅 copycat 啊，你賣人哋嗰啲嘅模仿嘢 A 貨，咁然後就賣到成行成市。哦，咁原來係叫做商業奇才。哦，咁啊即係佢即係 cheat。Steal and lies 喎，佢又唔係咁樣，你又唔可以因為淘寶就即係涵蓋曬馬雲嘅一生嘅，佢仲有阿里巴巴，仲有好多互聯網啊各方面。哦，依樣嘢又有一樣嘢講。好，你就係叫啲學生仔以後見到權貴，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啦，全部服從權貴，做權貴嘅走狗。嚇，冇中國共產黨喺後邊浪你馬雲，你馬雲有阿里巴巴，有螞蟻金服。有依啲咁嘅嚇各方面嘅依啲嘅唔同嘅依啲嘅企業，中國共產黨保護住你，唔俾第二啲就算簽咗嘅 WTO 嘅條約啊，唔俾 Google 啊，唔俾 YouTube 啊、Facebook 嗰啲嘅入去，喂，只令到你哋 Amazon 嘅入去，你哋自己只可以做到依一壇嘅生意。你想講咩啫？我知道你想講咩啫？你阿馬雲係受保護嘅動物，阿中共保護佢嘅，係咪咁意思？同啲。中國共產黨絕擁曬字，絕人哋個痔瘡裏邊嗰粒膿瘡，
嗰啲嘅龍吞咗落肚。夠啦夠啦，唔好咁仔細。李馬雲，你今時今日咁嘅依一個嘅 status， 所以我嗰陣時去啲商會，我仲好記得大家講讀書分享。咁我都係當然誒講黃仁宇嘅萬歷十幾年嗰本書。黃仁宇嗰、那個哇，個名著嚟嘅喎。咁啊，即係講啲嚟分嗰陣嘅啟迪，一個二嘅坐出嚟，馬雲成功之路、阿里巴巴咩嘅要訣，如此類推。哇！你班友仔咪弱智啊！一隻咁嘅毫無建樹，抄抄埋埋當咗自己俾個黑社會大佬保護，擋曬側邊啲競爭對手，同佢去依一個嘅唔同佢直接佢依一個嘅 competition， 然後跟住你侵犯曬人哋嗰啲嘅知識啊、版權啊，抄抄埋埋拼埋一碟，就當咗自己好 Q 叻做商業奇才。有啲乜嘢值得要睇佢嘅著作同埋要歌颂佢啊？嗱，你頭先講到黃仁宇嗰本《萬歷十五年》，十五年英文叫做《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係。咁而家可唔可以講馬雲係《A Person of No Significance》咧？如果喺香港大學呢個咁樣嘅，即係香港最高學府啦，真係最高年，即係講比中大嚟講，佢接台老大哥啦，百幾年嚇，中大只不過幾十年。嗱，請一個《A Person of No Significance》咧，即係喺學術嚟講咧。是除了為學校增加啲即係曝光率啊、宣傳上啊，對學生嚟講，其實要講到馬雲呢啲咁嘅經歷嘅人多的是，點解要揀一件嚟自 PRC？ 係唔係有中間香港大學係同 PRC 有啲咩嘅即係接軌咧？咁簡單啲講，即係香港啲年輕人，而家啲人咧就成日覺得咧，香港年輕人咧就對中國冇依一個嘅。歸屬感哦，覺得揾個人版係啊，做中國人咧就冇身份自豪，因為即係中國人實在太唉，即係輕足難輸啦。要講嗰啲嘢都唔好浪費我哋嗰啲寶貴 air time。即係今日咧心情幾好，見落少咗啲雨，雖然就陽光出緊嚟，陽光出緊嚟，但係一講我又扯火，呢排啲血壓又比較好飆高。真係冇啊！啲揾條命嚟搏唔值得。我幫你撳住啊！我幫你撳住係嘛？咁即係，但係你講啲咁嘅嘢嘅時候，老總，我自己係覺得嚇，即係主要都係幫中國人依一個嘅招牌去散，係揾一個大家都認為嚇，即係唔了解成個故仔，唔了解嗰個體系，根本點解去產生咗一件嘅外星人四方果啫喱出嚟，可以做到中國首富嘅依一個嘅背後嘅脈絡。唔好咁話嘅四方果。然後跟住咧就盲目崇拜依件嘅嚇矮小嘅依一個嘅外星人四方果，依一個馬王堆咪三三星三星堆。馬王堆嗰個係金柳玉衣啊！三星堆嘅一個嘅外星人，你盲目崇拜咁啊！即係除咗依一種嘅民族嘅自豪感，即係要灌輸一樣嘢俾香港年輕人，就我睇唔到有啲咩嘅。我睇市場係睇另一邊喎。係好嘢，中共咧就知識利用香港嚟盜金，係將一件國產嘅貨送嚟香港大學盜一盜金，有殖民地嘅加持，前殖民地啦，當然。而家就現在做中共殖民地，於是就升咧，馬雲咧變成一個國際學人，因為香港大學講過書，於是咧中國 Make in PRC 原來都有國際地位。如果你咁樣講都得嘅，如果你係咁叻嘅情況，點解佢唔去日本早稻田大學？佢喺日本嗰段時間住咗，佢都去日本有講過學，不過咧又唔係做教授啊嘛，係只不過一次半次嘅。佢啲 speech 嘅，我覺得嗱，啲 speech 真係冇問題嘅，因為你多講都唔緊要。係啊，社會學或者你經濟學，咁你揾啲嗱 low IQ to success 啦。咁但係如果你佢真係成功喺中國咁多人同佢買，咁佢講嗰樣嘢，佢喺外國裏邊喺自由世界有獨立思考、有判斷能力嘅學生，一聽就係、是、without PRC without 依一個嘅CCP 馬雲。You are nothing. You are nothing. You are a person of insignificance. 你明白嗎？是。嗱，但係咁樣喎，馬雲能唔能夠喺佢講入邊講得到出嚟自己嘅成功個 formula？ 秘訣就在於 CCP。如果佢能夠講得出呢樣東西，令到啲大學生去反思，如果中國再有一個馬雲係冇 PRC 嘅加持，即係意思即係 CCP 嘅加持，係啦。得唔得咧？係啊！如果能夠講出嚟有比較，又但係冇傷害咧，咁馬雲就係高人啦。冇錯啦，係嘛？即係如果佢即係講，如果講真啲，你都係要拆你個中共鞋啫嘛。馬雲，你就謙卑啲，低低啲掛一鋪，你唔死贖唔到世人嘅罪。我就係拆中共嘅鞋起身，我唔賴佢個痔瘡，我唔賴得佢個窩囊，我就唔會發達。仲有就講俾學生知。以後不要做呢啲東西啦，你哋要自力更生啊！我咧就係人版嗱，所以我而家就退曬股，我而家主席冇做啦。咁佢
佢要又有反高潮嘅。嚇、啊！我而家教你點樣可以絕痔瘡，絕佢啲龍，絕得佢舒服。成日都掛住啲痔瘡。講完之後，然後但係絕完之後，我都係啲嘢都要俾翻翻佢，所以大家都係唔好絕痔瘡。係啊，真係垂了痔瘡又治病。係啊，就含吞咗含龍，舒身家。哇！好押韻喎、啊。马云，你今次咧，你未开学之前咧，我哋俾少少啲 tutorial， 我哋做你助教，俾少少 notes 俾你参考啫。即系你谂下，即系如果唔系嘅，你讲唔出呢一个嘅要诀，大家盲目崇拜马云系以为一个嘅商业奇才、旷世奇才，因为三星堆出嚟嘅外星人渔业，系嘛？咁你真系死火啦！啊，我都好欣慰，你仲记得三星堆唔系马王堆，我都觉得好欣慰。搞错咗，呢个系三星堆。嗱咁样嘅都唔系坏事。马云能够喺香港讲嘢咧，都俾学生有面对面嘅机会，就将我哋呢啲咁嘅信息，佢讲翻，可唔可以设想马云喺三十几、四十年前，或者系二十几年前，你冇中国共产党，你喺台湾，你喺海外社会，你会唔会有今日嘅成就？能够用呢个咁嘅类比嘅方法，同佢做一个平等嘅讨论。好简单啦，大家而家有网上边有 Amazon 个老细啦。有、Facebook 的朱咩？朱克伯格，朱克伯格啦，係嘛？咁有 Netflix 呢啲嘅大嘅，啊馬斯克啊呢啲嚇，係啊，咪有乜乜啊？有 Twitter 啦咁咯 ，Twitter 嗰啲，咁大家可以咧就可以攞佢啲 model 去分析一下，係嘛？即係點解人哋就會做到啲咁嘅嘢？咁佢哋個原創性喺邊？你可以有幾樣嘢嘅，政府嘅參與啦，原創性啦，市場嘅依一個嘅 segmentation 啦。大家可以諗下唔同嘅 geographic、唔同嘅 political 嘅環境，加埋佢哋嘅原創性，睇下馬雲喺各方面 kick luck 嘅嘢，佢哋阿里巴巴有幾多樣嘢係 score 啲分係比其他啲人咧有優秀，咁、你就可以了解清楚，然後你可以 generate 啲問題喺學堂裏面咧就問到阿馬雲咧，睇下佢點答咯。冇錯，呢、這個就係叫做批判思維。嚇啊！啲學生大學生嚟噶嚇，獨立思考係你哋嘅。Mandy 嚟噶，如果你唔能够有独立思考，阿马云讲乜你就信乜，你要挑战马云，要令到马云都要反思，因为你哋首先知道马云唔系一个正常社会发家致富嘅一个即系所谓典型。同埋咧喺呢度我都想讲少少嘢，喺我节目里边我冇时间讲到，系嘛？就系、是、近排呢一个 SpaceX 咧，即系大家同一啲嘅创科嘅企业啊，系。咁但係 SpaceX 嘅成個射火箭上去爆咗啦，咁、但係好多嘅一啲，因為有第二次發射又 postpone 喎，係啦，中國嘅網民就拍手稱快啦、就開香檳啦，見人撲街最開心啦。咁但係唔好忘記，佢成個 project 都係差唔多私募嘅，啲錢係佢自己啲錢嚟嘅。係啊，咁同埋其實上次嘅爆炸就唔係佢真係自己意外爆炸，而係引爆嘅。仲有嗰隻火箭。是史上载重量最大的火箭。好了，如果这件事搞定了，那对将来人类的这个太空的探索的这个科技有一个很大的里程碑。但是这世界上面是不会一件事是一步到顶，中间肯定多波折、波澜、各方面的东西。而个 beauty of it 就是在无尽的创业的探索或者科技的这个钻研的过程里面遇到的失败，然後點樣喺度攞到一啲嘅學習，然後就精益求精去再改進。我好記得有一張相係啊 ，Elon Musk 企喺嗰個大爆炸後面影咗出嚟，好似話咁啊幾廿億鋪咗咯。係啦，咁人哋就佢又都好泰然，同埋佢知道呢一樣嘢佢嘅得著比失嘅地方係更加多。同埋佢起飛之前已經預咗50-50嘅。係啊，人哋有計算嘅。個關鍵就係、西方國家不斷去探索嗰個 proprietary。嗰、那個嘅 exploration， 嗰、個嘅唔怕失敗，不屈不撓，勇往直前。環顧今日嘅依一個嘅中國，所謂嘅科技大國，所謂嘅所有依啲嘅互聯網技術啊，如此類推，我真係好想所有依啲民族上頭嘅人認真啲諗一諗，你見到依一個嘅馬王三星堆嘅依一個外星人漁業，佢有邊一樣嘢係佢自己實幹型去實下實似？佢鑽研出嚟，而唔係真正原創 ，inspired by other countries, other proprietors， 或者 powered by， 其實根本你哋就 steal from someone success， 講完啦，四個字得唔得？啊，偷呃拐騙係嘛？咁一個專門偷呃拐騙，納人啲嘢當為己用係嘛？即係
有一個曾經有一個前輩跟我講 creativity， 你知不知係咩啊 ，Andrew？ creativity 咧就係唔好俾人哋知道咧，你個 source of inspiration 喺邊度？啊，咁諗都好辛苦喎。係啊，咁呢個都係叻嘅，即係佢都有佢嘅原因。其實世界上面嘅嘢，大家 inspire 大家嘅啫。但係你明張目膽將人哋嘅移植咗落嚟呢度，你個法庭啊，你又唔會俾人哋告到，或者人哋嚟告你侵犯版權嘅時候，你永遠都係人哋輸你贏。原創嗰個就係輸嘅，多數。咁然後跟住你就喺個 market 嘅保護裏面，唔俾呢啲嘅原創嘅人入嚟你個 market 裏面分一杯羹。然後你自己咧就係關埋門咧，就係谷大你自己市場，就話世界第一啦。冇錯，咁你點啊？點令人服眾啊？馬斯克嗰個 SpaceX 嗰個最近火箭爆炸咧，我睇到中國大陸欠缺咗四個字啊，企業精神。冇錯。第二就欠缺一種人，企業家。嗯。冇企業家。冇企業精神，所以馬雲呢一個 case， 但要大家反思何為中國嘅企業家。就算你養到你大啊，當啊，我頭先所講嘢都係 bullshit。嗯，呢一樣嘢就冇人可以再駁到我噶啦。就係頭先你所講個私營機構、民營機構、民營企業，到最後一個嘅馬雲，咪要將佢手上面所有啲股份啊、王國啊各方面數據啊，拱手相讓翻俾你一個嘅中國嘅共產黨。係啊。咁到最後，你做嚟呢啲咁嘅嘢喺中國裏面，你嘅所有嘅成功又點？到最後都係一個殊途同歸，一個嘅終點就係失敗。唔係浪得虛名，中國共產黨共你嘅產，冇錯。你嘅知識，你嘅身家，馬雲貴為中國首富啊，基本上係首富咁滯，你都係要點滴歸黨。所以呢個嘅頭先我哋嗰種嘅講法，如果佢將佢所有嗰啲嘅歪打歪著啊，共產黨背後嘅支持啊，偷呃拐騙啊，絕擁曬字啊，到最後中國共你嘅產啊，全部歸納曬嚟變咗一個嘅課程嚟教。嗱，馬雲，我就撐你啦，呢鋪嘢我就撐你啦。咁就真係大學課程啦。咁啊，真係大學課程啦。有規範思維喎，能夠 inspire 咗更多人去思考。啊、中國大陸入邊共產黨下邊嘅私營企業，所謂私營企業加咗嘅引號嘅民營企業係點樣係能夠發展有可持續性？馬雲應該係咪一個例子或者一個反面例子咧 ？Exactly 啦，係啦，嗱，咁啊，我哋今日就招呼馬雲到咁多先。咁啊，佢喺度教三年嘅，咁就都係一個大家唔好入去問。都唔系，入咗科。哇！你想入都好难喎。系啊，入香港大学而家就好似紫禁城禁区咁喎。诶，又要读卡，又要剩啊，又要登记身份啊，就惊你去入边劫持校长喎，惊你绑架马云喎，唔系绑架三星堆喎，绑架嗰个叫咩张翔。嗱，咁啊，我哋跟住咧就系马云讲完之后咧，就另一个即系老人家啦，马云个长相咁样，另一个长相年纪咁样，就系拜登咧，都知仲决定咗要再玩得四年。喂，佢冇大事先啦。今日美国嘅呢方面老人医学嘅技术，你应该有信心嘅。或者佢开好似即系开个袋出嚟孭住，即系直接唔会喺下边出，喺上面接晒，整个 stoma 接晒啲嘢先啦，大佬。同埋佢哋可唔可以个辟味剂做得好啲咧？系，因为嗰次咧，即系其实讲真咧，都系两年前咧，因为啲白宫嗰啲人咧闻闻到阵味喎，当时唔知佢食错啲乜嘢，唔知真定假啦呢个。咁但系即系你有一样嘢你睇得到噶，阿老总。嗯。拜登佢的而且确咧，嗰个老态龙钟咧系好显著。喂，生理嘅。即係規律係抗人類抗拒唔到嘅。係啊，咁即係以一個世界超級強國第一大國係嘛？即係移交俾一個垂垂老矣八十歲。點解冇後生人咧？係啊，依、這個我覺得係好似有啲唔係好妥當喎、啊。美國咪一個年青嘅一個即係單一超強啦。咁啊，美國有三億幾人口啊，就嚟要衝緊四億啦，但係都揾唔到一個。即係我唔係話要後生到二三十歲，揾一個四五十歲，誒唔好啦，收順啲，五六十歲得唔得？如果要揾個八十歲嘅人繼續做，美國人係唔係真係當政治覺得咁垃圾？誒、哎，你啲老嘢，你啲咁樣嘅同棺材，即只係一線之隔嘅人，你去做埋啦，係咪咁樣咧？不過嗰啲做生意唔想從政咧。佢就即係啱啱喺誒依個星期二啦，就講咗佢會再繼續去參選啦。咁亦都係用翻呢一個何錦麗。
做佢嘅競選拍檔啦。係。咁啊，那邊商咁啊，就都知道 Donald Trump 較早前已經講咗佢就係實質就係咩嘅 American Great Again 嘅啦，有佢再嚟過噶啦。係啦。咁啊，而喺共和黨嘅黨內裏邊咧，我哋即係我都覺得應該要睇好依一個叫咩啊？佛州州長叫做桑德蒂斯。DeSantis。桑桑德蒂斯，你死唔死啊 ？DeSantis， 你真系你真系你死唔死 ？Ron DeSantis， 阿 Ron 哥，你个名咁叫叫口惨手，你真系难搞啊！好输蚀咯，系啊，真系蚀张。蚀张你哋侵，你啊 DeSantis 都未得，莫山被吸都易啲易读过。嗱，佢民望都唔系好差，不过同阿特朗普最新民调，我哋诶喺呢个节目出街时咧，就应该距离好似有16%。但系最阴公嘅就系没有特朗普，佢什么都不是啊嘛。系特朗普嘅，系佢师傅嚟。系啊，特朗普系拱佢出嚟噶嘛。咁而家就俾我感觉就好似睇黑社会咁样。阿乐少又话要出嚟参选，喂阿飞机，依期你等我，我谂多次装先，下一年总有你机会嗰只嘅 feel 咯，你明唔明啊？即係點辦咧？點辦咧？共和黨點辦咧？咁啊 ，DeSantis 就有都有啲出位嘢嘅，將啲難民掟咗去 New York。係啊，一車就坐飛機去添喎。係啊，好夠撲噶。咁但係有少少嘅問題就係，似乎佢好似極端啲。同埋佢嘅 deliver 嘅 speech 咧，或者係站台啊各方面嘅嘢，個 charm 啊，係即係周遠同阿 Trump 就爭啲，即係要啲時間。係就佢嗰個颱風啊。整個 charisma 咧就冇得比嘅，同阿 Trump 嚇肯定唔得噶啦。你學到阿珍執咗個頭講嘢先啦。第二仲要秒秒嘴啊！嗰秒秒嘴係版權所有，不得模仿噶。不過咁啊，老總，其實有一個嘅問題，其實 Trump 咧即係對華嘅而家政策，或者係令到全世界知道中國嘅猖狂啊，即係個野心啊，其實就喺阿 Trump 2014年之前夠膽做，夠膽揭咗出嚟，咁你就見到嗰條路咧就係去到而家變咗民主黨同埋共和黨嘅依一個嘅兩黨嘅一個共識。係啊。都是對呢個對華政策係 unify 咗嘅，同埋嗰個關税對中共嘅關税咧，拜登係照單全收，只要加碼唔會減少。即係某程度上咧，我都覺得咧，就算邊一個政黨執政咧，咁對呢一個嘅中國咧嗰個國策應該都不變嘅，因為條路都好清晰噶。但係有一樣嘢個問題就係，當然我都係一個 Trump 嘅擁趸啦，即係無論你話我啊喺個娛樂性嗰方面睇下 Trump 講嘢好有趣啊，但係我理智之去睇咧，喂。他去嗰幾年，阿 Trump 都係交出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成績表，特別國內經濟，國內經濟嘅增長、股票嘅市場嘅升幅，係嘛？有色人種嘅就業，係嘛？即係 kick clack 嘅所有做嘅嘢出嚟咧，係完全係 make sense。好啦，佢一唔做，緬甸冧啦，係搞人啦，係嘛？黃生手機都俾人捉咗啦，係嘛？咁你跟住你一個嘅阿富汗。嘅撤軍，自己上隧道，自己都肉隧道群拉褲甩啦，撤到好啦。跟住你仲有依一個嘅烏克蘭俾俄羅斯啊！呢一劑就真係認真係嘛？呢啲特朗普話：如果我在任啊，一定唔會發生。係啊，你會唔會覺得佢係好似牙斬斬咧？係唔覺得？我覺得佢係 deliver 到嘅，起碼佢任內嘅時候，中共係頭耷耷係嘛？佢任內嘅時候，阿金仔都未幾開心，同佢握手啊都。哇！真係好嘅 game 佢嘅阿金仔當時。其實金仔咧好明顯出咗個信號咧，我都喺節目裏面我自己有分析過啲同啲同事，就係金仔釋出嘅信號咧，其實佢係根本係想要親近美國攞經濟嘅著數，冇錯，改革就唔係想同美國作對，唔係同美國想借勢嚟同美國攞好處。係啦，咁但係你之後你共和黨同埋民主黨嗰個嘅政策，民主黨係直情就係視俄羅斯同埋依一個嘅金仔就係做咗敵人，冇計傾嘅。就逼到他哋咧就喺埋一邊嘅，咁啊比較世界就有啲亂亂地啦，我覺得感覺。同埋阿特朗普，我印象最深刻咧就係居然嚇，即係將美國領事館、大使館設喺耶路撒冷。嗯。啊，咁啊，亦都係一個。你哋都睇中東啦。係啊。中東嗰陣時，即係佢哋做到一個勢頭出嚟，就係嚇將呢一個嘅伊朗踢咗出去，同埋將伊朗嘅第二號人物啦。打死佢嗰、那個斬首式係啦，嗰、那個蘇萊曼尼嚇斬首式嘅用無人機搞掂咗。咁你而家睇翻你沙地阿拉伯又俾你中共喺個後邊掹扯線，同一個伊朗又揸翻把。喂，之前做到嗰個嘅陣型啊，甚至冇啊。而家俾人哋反艇喎。係啊，嚇俾中共嗰邊喺度食翻轉頭喎。咁呢啲全部都係拜登任內將佢所有呢啲嘅好嘅嘢全部搞亂檔嘅。咁所以你問我，咁啊即係阿 Trump 咪當然好啦。咁但係我哋都要睇翻，我哋冇份投票啦。嗯。
最主要的一個 point 就是看到美國裏面真的有一群養弱智的人是不知道為什麼這麼憎他。有人說過特朗普都不要玩了，你一當選就有一半人反對你。但是拜登當選都有一半人反對你，就是要說什麼，所有的都是51%贏，那個就贏的了，贏你一個馬鼻啊馬蘇啊就是贏，為什麼可以一半人反對他，叫他不要參選，為什麼你不叫拜登不要參選，既然有一半人反對你。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就是他的政策是不是在全世界範圍對於普世是有好處。其實某程度上有些人說、美國的內政你班友仔在那裡什麼平頭品足啊出三道四，但是 sorry 啊，如果你那個是中國的事，我們真的可以置身於道外，我不理啊，或者你是新加坡啊，或者印度啊，我真的可以不理，因為世界第一強國。是啊，我們日日擘大眼都跟美國有關的。是啊，我們行的銀行冚唪唥都是跟美國有關的。我們用緊 YouTube。是啦、啊。我們睇緊荷里活的戲，睇緊 Netflix。但最重要我們在想緊。我哋系啦，我哋谂紧嗰个世界点样行落去，都系以美国作为一个主轴啊。系啊，话呢个主轴冇咗嘅话咧，即系等于世界冇咗警察咧，就天下大乱噶啦。即系你喺度讲咩都好，咩 God damn America，fuck you America， 到最后你都系 I love America 咁。最后尾你都要饮可乐嘅啫。你最后都系 I love America， 冇错。做乜嘢？你中共你嗰啲嘅当官嘅人。你啲嘅指責啊，身家性命財產又喺邊度？梗係喺 settle in America 啦、啊。你鬧美國鬧到飛起，踩到佢一文不值，話咩帝國主義啊乜，到最尾你都係將你嘅家小安頓喺美國，咁講咩啫？身體最誠實，身體最誠實。咁、所以拜登咧就我估有惡就有翻惡鬥，但係共和黨入邊係咪真係特朗普最後尾出線咧？睇嚟都走唔甩。但係拜嗰個嘅官司會唔會影響到咧？你覺得？啊，唔會。不會只會有騷擾，不會影響到、okay. 因為他一路競選一路打官司一路上庭沒問題。其實即清醒一點的美國人都不要看這個官司會搞得掂，因為其實已經是破壞了一個先例。因為呢換句話說，你拜登你今次呢就算你下搞到特朗普、又或者你今次贏到，你不要被共和黨的人揸到莊做到美國總統。Otherwise， 就算你拜登實追殺你死了，你的仔剩低在度啊，你保佢不到的時候，你冚家都有問題，一定會你變咗大家去追殺大家嘅家嘅嘅嘅執政嘅呢啲嘅家族嘅人士咧、其實就好似我俾我感覺就好似南韓啦，係啊，啊嗰啲嘅地方啊，全斗雲嗰啲啊，台灣咧，台灣啲總統都係係啊嚟噶嘛，你明唔明啊？嗱，我估2024年如果民主黨輸咧，個起點都係輸喺佢告特朗普，他不告特朗普，特朗普基本上就機會就越來越小，而一告就反而幫他助選、所以民主黨今次就出了一個豬頭的主意、這個就是想幫拜登，誰知就幫倒忙、那個紐約那個南區那個檢察官那個叫做黑人的那個非裔的檢察官，我相信是做錯事，民主黨裡面呢是內鬼極之極左嘅，極左嘅，佢真係你講啱啊！即係聽到特朗普呢個字已經血壓飆高到爆飆，係啊！咁啊，而家反而做咗幫特朗普做好事啊！特朗普多謝你免費宣傳，反面宣傳都係宣傳啊！特朗普我分析有樣嘢咧，佢好令到啲知識分子討厭嘅，就係好似覺得佢不學無術，財大氣粗，係嘛？但係佢仲好多人才喎、啊。咁但係個關鍵係咧，佢亦都好唔留情面咧，指出你依啲嘅知識分子嚇 intellectual 嗰種偽善，嗰啲係嗰啲自私，嗰啲貪心，係啊嚇，佢指出曬依一樣嘢出嚟，佢一嘢就凌空踢爆曬。咁啊，即係沒有誰比誰高尚，其實你哋都係冚家產。所以咧，佢哋就喺依一個方面裏面咧，就係、因為特朗普踢爆佢哋，而係老羞成怒，所以就對佢哋一個懷住切膚之痛嘅憎恨。就講真話係好乞人憎嘅，尤其是用秒秒嘴方式就更加難頂。咁啊，美國人咧就係自認自己受高等教育，特別係啲民主黨啊、啲白左啊，即係容不下呢啲草莽英雄或者呢啲咁草根嘅人。其實特朗普講真咧。他都幾工人階級思想的，特別他話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咧，嗰個 Great 咧就係話美國嗰啲工人啊，係應該有更好的生活嘅，佢哋係 deserve
deserve 有好啲嘅生活，所以廠要翻翻嚟。咁同埋呢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對於商家或者背後啲金主就係覺得好驕慶啊！地球一體化，啲左派諗咗出嚟就係將啲你唔想要喺屋企上面發生，又拱曬喺人哋做，污染人哋嗰啲地方，係咪破壞人哋啲環境？你自己咪偽善咯！你自己就諗住個環境係非常之好，然後就用人哋嗰啲嘅廉價嘅呢啲嘅產品就麻醉自己嘅國民。然後就令到他們掛著享樂、啊、玩樂的時候就不思進取，沒有再創業精神，你這個就是 against American 的這個價值觀來的。特朗普就揭穿了這些人的假面孔咯，所以是很黑人憎的。但是其實地球一體化呢，某地方的人享受著開心快樂、啊、物欲上面的滿足的時候，在地球的另一端你喝緊嗰杯嘅星巴克嘅咖啡，你其實另外喺巴西裏面種緊咖啡豆嗰扎嘅 farmer， 其實佢哋係 suffer 緊嘅。唔係民主黨佢哋要將所謂地球村將啲工種判曬嗰啲發展中國家或者係落後國家做，佢本身咪就係剝削人。嗰啲跨國企業本身就係靠剝削翻嚟。特朗普就話：你剝削人啊，你都要照顧下自己國內嗰啲工人啦、啊。你去剝削別人，但係國內嗰啲工人你就冇公開，咁你咪等於剝削埋自己國家工人。咁所以特朗普呢個人咧就係真就真就係、是，喂，你要攞翻啲工作機會俾佢，成本高咗，咁你咪計數咯，有利可圖做，冇利可圖咪關門咯。冇錯。咁啊，呢個就係即係睇下即係民主黨係咪真係冇人選啦、啊。依個 topic 我問多你一個問題。係。雖然我都覺得道有多命不久矣，2024年打後我想我們的聯邦大選都應該未來的，可能有段時間、最快原定應該是2025年的。好，如果2024年真的有機會被特朗普上回來，加美的關係你又會怎麼看呢？都不會太差的，不會太差 的，但是可能道有多就很沒人，因為又被特朗普見到他當小孩一樣沒有到時小到能不能夠捱得到我都很疑問，是吧？是啊，因為中國干預呢今次都可能倒了他米，嗯、啊、他不要以為下一次選舉就是這些屎冚不到了，是啦、啊、揚了出來了，是啦、啊、那、在個地緣政治來講呢，如果特朗普有機會上台的話呢，小到應該都捱不下去的，是吧？因為他不會給他自己的、啊、班底裡面那個抗共的，不主要是中共呢在海外那種搞統戰啊，嗰種咁樣嘅古靈精怪嗰啲小動作咧，已經開始，你啲海外警署已經穿曬煲噶啦。啊，再加埋盧沙嘢呢啲，唔好講嗰句都講埋嗰時咧，全世界知道同中共係冇得玩嘅。咁、所以小道咧，下次唔使知有中共幫到佢手嘅。咁、我哋跟住咧就翻翻嚟，真係講加拿大啦。小道而家就頭痛啦。嗱、我哋講十幾萬公務員罷工，而家佢哋話咧有570项嘅要求嗰啲工會啊。咁大部分都傾得掂嘅，其中有4项咧，就係仲喺度關鍵議題，就仲等待，就包括加薪率。唔可以外判嗰啲工種係嘛？唔可以，唔係啦，唔可以外判。第二咧就係、是工會方面咧就希望未來三年咧就加薪13%到20%，未來三年啦。咁但係政府嗰邊咧就希望未來三年就加薪9%。其實要怎樣看呢？即譬如我們今年100%，那加100元，我們加3.幾%，我們上次說的4.5%，是不是？是。那即是明年就是104.5%了，就是你的人工，是吧？是啊。那104.5%之後再加3%，是啊。4.5%，是不是？那你就計上去了。那再第三年又4.5%，那你變了就去了有這個好像加了20%那樣。是啊，但通常呢啲人工咁嘅加幅咧，第一個時間三年加幾多 percent， 同埋每年加幾 percent 係咁累積上去啊，抑或係平均數咧？呢、這個都我都搞唔清楚。嗯。啊，咁啊，但係總之喺佢哋要求嚟講咧，工會同政府嗰個 percent 係爭好遠嘅。嗱，見咧就分翻兩件事講嘅。我始終到而家咧 moment 咧，我都覺得佢哋嘅加幅唔係太過分嘅。嗯。個原因係點解呢？喺過去依幾年咧，大家你就知道啦，買一桶嗰啲家庭裝嗰啲奶又貴咗幾多少？哦，好犀利啊！貴咗起碼都20%啊！而家睇嚟，你睇下我哋嘅雞蛋貴咗幾多少？係啊，係嘛？你睇我哋食嗰塊嘅 beef stick 佢貴咗幾多少？咁嗰個嘅 percentage wise， 嗰個 inflation
又貴咗幾多先？咁我喺個某個程度上咧，我唔係好覺得呢扎嘅公務員要求嗰、那個唔算飛禽大鴨，唔算飛禽大鴨。OK， 佢而家可以話開天殺價嘅，你咪講價咯，係啦。你唔會俾到四點五啊、三點八啊，唔會收數啊，定係點樣？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就係話，佢有啲我唔要俾人哋外判，我俾我哋自己做翻。我依家我亦都覺得無可厚非嘅，因為點解咧？喺香港嘅層面裏面，我學到一樣嘢就係、是。當不是自己的bureau 去處理某些事，譬如只是講滅鼠的問題，是全部外判是平曬啊 ，OK， 但係效率是很靚低的，因為你沒有個 KPI 問責的嘛。哦，因為你管不到他，係啊，你管不到他嘛，咁佢亂做，咁佢要做嗰啲嘢，佢做足曬，佢就只不過是要我成本嚟同你去做，而唔係會點樣服務社民的心嚟做，佢就睇餸食飯。係啦，嗱。跟住咧喺上集我哋有講過咧，我都回應翻有啲嘅網友，可能係加拿大啲網友話：呢兩個契弟，你知唔知啲加拿大嗰啲嘅公務員啲態度幾惡劣啊？幾咁按章工作啊？做嘢幾咁慢啊？咁我又即係想喺呢度借啲嘢回應喺加拿大裏邊邊一個地方啲人唔係慢，唔係就限公務員喎、啊，全世界都係。唔係咯，唔好窒下公務員喎、啊。即系唔好话刘士令，即系就算民营企业啊、餐厅啊，或者系啲机关啊，即系或者公司行号，好多都系 hea 做或者懒懒闲嘅。你试过问过家行嗰个嘅 customer service， 我谂你唔爆血管你都唔得啦。咪咯，嗰啲唔关政府公务员事嘅喎。整体加拿大人就系咁样，冇错，系咪？整体加拿大人就系咁样，都唔系要竞争，唔系要响一声嘅。加拿大、北美、美国都系咁嘅。系啊，咁啊系有官僚嘅问题。但是呢個世界所有國家都是官僚問題嚴重的啦，問題就是程度嘅啫。我覺得啲最後都是話你得到的服務是不是能夠 deliver 到先。同埋另外一樣嘢個廉潔，我會揀一樣嘢。如果你要問我，個廉潔程度緊要啊，定個 efficiency 緊要咧？哦，加拿大廉潔就好似冇乜手紋，冇香港講到貪官啊，或者大陸嗰啲咁。經典嗰啲好似都好少喎，高薪養廉，即唔係話冇，但係冇呢啲咁極端嘅貪官嘅例子。高薪養廉咧，係我覺得咧，即係每一個政府咧都必須要做嘅，因為你要一個穩定嘅 government， 即係去服務即係社群嘅時候，起碼你自己一班好信得過嘅機器，政府機器係會做到嘢。其實你一個三軍未動，糧草先行係好緊要嘅。即係你譬如我睇緊明末。的時候點解明國會亡國？即係連啲軍隊都出唔到糧嘅時候，好貴銀㗎呢啲官。咁佢哋咪為咗佢自己去搲錢，搲錢啊，去打劫啊，打家劫舍啊，喺民眾裏邊攞錢啊。咁你個國家就自然會爆破啊。所以 fundamental 你要養精兵就必先利其器，你一定要對佢哋食得好、著得好，或者完全佢哋嘅做嘢嗰個心就係好啊。咁但係個問題係，你整體國家每一個人點去 ambition 啲啊，做好啲啊 ，aggressive 啲啊，冇咁立路啊。咁就係依一個係個國格嘅問題啦，我自己覺得係。最關鍵我估都係成個公務員有冇冗員啊，有冇冗員嘅問題。我睇加拿大咧，都喺哈柏保守黨時代咧，已經剁咗一大批公務員。保守黨係中意小政府大社會嘅，係。但係而家咧，自由黨上台咧，又再加請咗。係。咁呢個大家反而少去照顧。因為佢哋可能好多皇親國戚啊，好多啲關係户咧就派入去啊咁樣。咁啊，仲有啲 comment 又好有趣啊。咁啊 ，covid 嘅時候，我哋好多嘅私營嘅機構都執笠炒人啦。你公務員就可以保住個飯碗，佢仲要嘈喧巴閉做咩？咁依個世界唔係我哋要追求一個叫穩定嘅咩？唔通我哋一有啲咩嘢，即刻連公務員都炒有個世界，咪更多人 certainty 同埋唔安定咯？係，同埋咧，大家唔好忘記咧，公務員啊，基本上係一個社會資源嘅一個分配嘅一個 coordinator 嚟嘅。如果你冇咗佢哋咧，咁嗰啲弱勢社群就大鑊噶啦。咁啊，嗰啲有錢人咧就喺度逃税啊，各方面。咁所以就唔可以用話私營機構啊裁員啦。咧公務員系統咧，你冇咗個穩定性、持續性咧，咁你到咗正常時期嘅時候，你又唔夠人做咧，又俾私營機構搶咗之後咧，咁最尾受害咪又係納税人。係啊，咁所以咧，即係有時有啲嘢大家要睇宏觀少少嘅，咁同埋即係最緊要嘅，我睇嘅嘢就係個加幅個幅度係咪好過分？同埋我又唔係覺得加拿大公務員嘅人工係勁高，我又唔係好覺喎。係啊，都唔係話冇人成日話，哇點解嗰啲公務員同埋如果你問我啊，用私營機構香港個公務員人工高好多。喺英治時代咧，就真係高薪有年俾你個高薪係真正高，我呢個高薪只不過中等嘅。你一個魏俊仔都攞三萬幾蚊起薪，何德何能啊？講真的。係啊，同埋香港嗰啲公務員嘅中層嘅，喐下都十幾廿萬。係咯，
啊，哇，大佬、啊！你做啲咩開心香港出嚟？一個月月薪喎、啊，根本都唔值咁嘅錢。係咯，你立法會議員都十零萬啦、啊，嚇、啊、咁啊，最恩珠都係可能立法會議員嚟噶啦，啊咁啊，我覺得真係香港嘅公務員唔好講乜嘢，你香港特首四廿幾萬。高薪過美國總統啊！冇錯，但係做啲咩啫？去大灣區七日遊嘅喎，李家超做團長嘅啫喎，帶團喎、啊，頂你四十幾萬，哇！一個月有成個禮拜去，抵曬香港七日之旅，真係離曬譜！你邊喺大灣區落嚟考察香港嘛？點會香港考察大灣區啊？邊個莊閒不分啊？真係，不香港冇得救啦！而家咁樣，即係。整個香港冇咗主體性，冇咗自主能力，更加冇咗個前途。你究竟香港就想走去邊？而家個都撲住走向大灣區，咁一定係彎彎玩完啦。冇錯，咁啊歸納咗頭先所講啦，我都係仍然係堅持我支持公務員咧，就即係爭取佢更加好嘅依一個嘅。我估談判應該都會好快得㗎啦。啊，咁啊而家就要求杜魯多咧就落埋牆，快啲嚟 settle 佢。咁我估計應該五月。即係第一個禮拜、第二個禮拜應該傾掂㗎啦。咁最好五一勞動節搞掂咗咪？最好添，最好啦，最好大家一齊過勞動節嚇。咁啊，我哋今日講住咁多，好多謝各位支持，記得 like 啊、share 啊、comments 嚇、啊，記得 subscribe 我哋兩個台。好，今日咁多，下次再傾。好，拜拜。